来参观，参观定处的博物馆，予恁心情拢会轻松。哦，你看到咱家吼，你知影咱家这间是啥无？这间是凤上剧院内。对，这间台中的凤上剧院吼，咱的建筑的设计是。高雅阁袂粗俗，内底吼过去吼，大家甲参观吼较真相诶。你知影这有啥物特色吗？这有啥物特别咧？我甲你讲，虫仔真侪。嗯啊，讲虫仔真侪，咱爸阁会记起叫。虫仔花样真侪，拢总有94个窗子哦。九十四个虫仔门。是啊，实在是通通舒适诶好建筑。若要写古迹，有啥物所在咧？哦，古迹是实在足厉害呢。哦，古迹实在，好光景，林家花有两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听有啊。伊讲林家花园有两景。是啦。这都唔对啦。哦、林家花园伫五峰一景。搁另外一间是摊主哦，安尼更加唔对，我住摊主，我唔捌听过林家辉。嘿嘿嘿，你都唔知啊吼，台湾第一民宅哦，叫做是摘星山庄。哦，摘星山庄。哦，摘星山庄，伊的名叫摘星山庄，哪会叫林家辉？哦，因为伊的主人叫做林奇宗。哦，嘛姓林啦，所以也使讲是喊做林家辉，嗯，就对啦。就对啦。哦，来去参观吼，好像走进那个时光隧道同款呢。嘿，是苏道威，近在眼前。啊吼，啊，佫有足侪迄历史类的。历史这我就知咯。有兴趣要了解你。台中的历史，咱会使来北屯哦，也佮有大家的地区。哎呦，有啥物？北屯有啥？北屯有啥？眷村文物馆。这个是民俗文物馆。哦，民俗文物馆。大家有啥？中正纪念馆。哦，这个都唔知咯。内底介绍一挂历史吼，介绍金刚布。我够想要知影吼，一挂吼咱咧用的物件用品咧，手工艺类啦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台湾的工艺，的文化呢，这个文化吼本来拢是生活，生活来的。哎，平常时啦，即个咧做啥做啥，安尼发展出来，发展真久来咧。一挂即个艺术文化的三星咯，哎，你甲里面参观哦，有衫有碗都有盘，这拢是生活中咧用的。嘿，这个师傅咧制作是真正用心用心乖。阿哥，我甲你讲，还佫有啥？佮我们叫水的道会，道会这算美术类的。嘿，对，有一间哦。亚洲大学内底有个建筑超水的迄现代美术馆。哦，现代美术馆。啊，佮有林芝柱纪念馆。林芝柱纪念馆，迄是咧创啥？这个林芝柱教授吼，伊真厉害哦，伊是用彩色的加来做图画。彩色的加做图画。哦，伊是日本留学，相当有诶。
这个美术类的吼，有一种嘛较外，叫文学类的。哦，文学类。台中有台中文学馆。哦，真厉害，够厉害哦。一个现代文学馆。啊，这内底是日本的作家。哎呦，内底拢是日本宿舍的模样啦。哦，中间有一丛大出大丛的老树。对对对。哎、欸，大家若要吟诗写作的嘿，来这是环境真清幽。那文的讲了啊，啊，敢有武的？有咯，台中演武场。哦，演武场写作。对，台中演武场啊，就是台中的兴武所。演武拍拳是为何多？拍拳哦。平常时咱都爱练武，啊，做训练。哦。万一呐拄到什么事故、什么歹徒，嘿嘿，咱有一身的功夫对付歹徒都不要紧哦。将伊这个歹徒会当解拍甲是妥妥妥。咱练歌到这，未停止，感谢师傅大家的支持，让阮来这念歌词。我证明吼，迄囡仔是好幼稚，老人吃饱饭、欸。啊，在座的大家吼。今仔日有来参加，有来听歌吼，大家赚钱拢会大赚钱。多谢大家，谢谢。大赚钱，谢谢，谢谢您平安夜，请坐。